真正咱的精神，大家也足好，也足钦佩大家，因为有恁的参加，咱成功啊，拢是爱靠大家，啊，搁靠恁，所以足感恩大家来参加啦。啊，咱这就是讲，那无大家来参加，因为美国甲咱讲，咱要训练4000名。以前流亡政府来接收台湾，伊派1000名来尔。啊，咱因为即卖人口增加啊4倍，啊，所以美国甲咱讲4000名。所以大家爱会记哩，要搁甲大家拜托。虽然咱是初级班的，恁回去一定我爱去甲你的亲戚朋友，甲讲来遮交6000块，受训者的讲师，大家拢足清采，你拢无听过的代志。啊，我是最后闭幕式啊，要甲大家搁总合一摆，啊，大家所读的，搁来学习一摆，一定爱甲大家讲讲，恁在想看卖，交6000块来食带3天，啊，搁来食遐济顿，啊，搁新的观念，以后。等于你的民政府的公务人员的资格，你就有了嘛。所以，是不是爱甲你的亲戚朋友去甲讲，叫因来？啊，我按照这个PowerPoint程序啦，要来阁学习一摆，让大家较清楚。好，啊，等下要甲人讲，恁换有带迄个随身碟来啊，确定啊，才拜托咱的啊同心吼，诶，服务的同心啊，你去啊甲扩一下，等去摕这个图片给人看啦，啊，我甲介绍啦，好，啊，我会放几篇外口的录音电视啊，要报的消息给大家知影，这拢要给大家看。啊，首先啊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因为咱初级班嘛吼，啊，来自各地方不同，啊，咱拢毋捌接触过。那要了解我，足简单啦。有带笔电来的人，有带手机来的人，你甲拍入去，拍 Google 也好 ，Yahoo 也好，你甲拍张文燕，迄个燕就是一个文下面个三撇啦。哦，我拢安尼讲啊，一个文下面再三撇，张文燕 ，Google、Yahoo。甲拍入去，可能内底遐张文燕话足济人嘞，加两字就好。教授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了解我，我遐足清楚，吼、哦、足清楚。所以有带笔电的来，啊，我伫啊大学研究所啊拢咧上课，我若上课，我的学生拢带笔电来上课。唔只讲我讲的是实在的，啊，让学生会搁较相信。唔是讲啊，这凊彩讲讲的，啊，教授讲到嘴角全破。吼、哦，我爱让大家知影吼，安尼大家应该足清楚会
了解我的状况，因为我本身迄个时阵，我少年的时候，阮老爸我叫学道山，我讲道山，学道山。阮老母我叫伊较正，伊甲话讲呼咪哦，呼咪哦，迄文啊，叫做呼咪啦。啊，我是迄个叫做厌世啊，迄个呼咪迄个。啊，所以啊，你讲我什么人？呼咪迄个吼，啊啊。日本政府来讲，我是中国人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真正是错乱。我即马我受因的教育培养，伫好，我伫哩读教因的制度，啊，我伫哩迄类，啊，我一步一步做甲教授个讲座教授。啊、所以应该顶头啊啦，剩的就是来甲咱台湾民政府，我是做义工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看到流亡政府所做的代志，予咱足失望，拢咧图利财团呐，去想看卖，我定安尼讲。高速公路咱都起好啊！哎、欸，伊干那目的讲要让交通搁较紧一丝啊，无爱人工来收钱，啊来设一个讲啊，要干扫描车过都扫过啊，这是不是包赚呢？无要增加咱国库的收入，讲。叫财团来代收啦！你想看嘛？安尼对唔对啊？这绝对唔对的嘛！所以爱予大家了解讲吼，拜托大家，我等于拜托恁这的亲戚朋友拢来上课，你交六千块，绝对有这个价值，对唔对啊？感恩啊！啊，搁刷落去，吼、哦，咱拢简单的介绍吼，啊，这拢唔是我讲的啦吼、哦，实际上吼，伊、哦、这个是咱我足尊敬的诶，这个牧师啦吼、哦，因为牧师袂使讲黑白讲。讲袂使黑白讲你啦吼，咱拢足尊重的。哎、欸，但是安怎？这个讲吼，中国大陆是伊的领土，哎、啊，着中国人个，毋是伊的领土，啊，无啥物人个领土，啊，甲咱一点也无关系呢。我指一个例就知影，阮老爸我叫学道山，阮老母叫卡匠，啊，甲这有啥物？好、哦、啊，这予大家去思考啦。好、哦，这观念拢爱予大家去思考，这啊，足清楚。好、哦，讲到这吼、哦，这就是啥？靖国神社呢？靖国神社，日本为大日本建设的。伊个国民才有法度进入这个靖国神社。咱遐有偌济人呢？31,900个人。上课老师有讲过啊无啊？咱拢咧复习嘛，啊，增加大家印象。你若要创造历史？你要写你的历史的时候，啊，准备12月20，今年12月20，咱要搁去
靖国神社去对遐慰灵啦。今年啊，咱台湾有啥物大灾难啊无？今年啦，莫讲今年啊，今年也毋知啊吼。我讲今年啦，有啥物大灾难啊无？大家思考这个问题，有啊无？较无对无？迄拢是啥？咱拢去拜呢，拜托因39,100个啊，互因安心，咱来遐个祭拜，互因若要转来，啊，就甲咱转来，啊，搁互因转去，啊，因的归宿就伫遐，所以因为以前拢伫太平洋这个所在去建设的呢。你去台风拢伫遐咧加滚咧，为遐安尼加来呢？对唔对？咱去甲拜拜，啊，台风较少去啊。诶，这有这个现象哦，你唔好讲无哦。但是咱唔爱讲遮啦，我是要甲大家讲，若要创造你家的历史，准备来读高级班。咱今年12月20去函谢高级班啊，伊初级班、高级班的成员会使报名参加来去。我去三摆啊，第一摆咱都我是懵懵懂懂的，是根据什么？根据这两幅图啦。啊，来看卖，来，咱大家，我来看，根据这两幅图，这两幅图由来，大家知无？好，唔知我确定啊会补充啦。我简单讲，好，这个看到遐，咱再个补充。好，咱台湾的土地所有权状就是在这边啦。嘿，就是日本天皇住在这边的人啦、啊，安尼大家清楚无？因为咱秘书长率领228个去告美国政府，啊，伫啊2009年4月7日，高等法院的判决，我若去拄到朋友啊，先问啦。美国的高等法院的判决，你要相信无？你讲唔相信啊？唔相信，我唔爱甲你讲啊！你讲学问偌霸，你什么啊精英？我这唔爱甲你讲啊！因为安怎？领导世界的遐强的国家，因是三权分立。第一啊，国会啊有啊法院过来就是司法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做司法院吼，啊过来就是因遐行政，就是国务院三权分立。法院就安尼判决，一定是100%正确的，唔是咱遮讲死水道咧讲。死水道公车，大家知影无？知影举手。你都无人知影啦，所以讲大家有影拢健忘吼。死水道伊安怎讲？讲法院是我们开的啦。安尼大家拢袂记哩啊？安尼你知影无？死水道讲的，唔是我讲的，迄家己讲，伊迄国民党的迄个做啊。哎，靠水电嘛吼，啊，所以大家拢唔知啊。迄伫咱遮那是法院吼判决，阮也无啥敢相信嘞。吼，啊，那美国我甲你讲100%，我看到讲美国的判决，咱秘书长来甲讲，哎、欸，来斗三工一下，我都拼来啊嘞。吼，这是正确的。啊！要解决咱啊
人民的痛苦，唯一就是台湾民政府尔啦，其他拢无啦。恁等下去想看卖咧，你要做一个功德无？人要拜托，迄、那个叫人较专业的吼，较少年的吼，唔是讲老的唔好，老的领导啊来指挥就好，叫较少年的当来斗三工，这是正确的百分之百。吼、哦，这个所以讲，因为这个是咱2009年，这个要做八月啊，九月初啊，伫迄个美国，这个要做四季酒店啊，诶，酒会吼，第一摆伫啊美国华盛顿 D.C.， 伊叫咱遐设一个办事处啊，咱办事处设立了后，办一个酒会庆祝，因个相关的单位啊，送这两张图啦。讲这两张摕去予恁啊秘书长啊去，啊着足清楚。接到这两张图，秘书长研究者讲啊，这就是国际法啦。咱会要做啊，甲战争法啦。啊，咱的头家伫住伫遮个啦。伊只有这个台湾所有权状，其他拢无啦。咱去第二年去入去皇宫的时啊，伊个两道关卡呢，咱做这个机啊，要压入去，第一关就去用动起来。讲，这个阮都唔捌看到，入来皇宫的王宫拢压这个尔啦，无第二机个啦，无这个啦，阮甲讲，恁大家拢唔知啊，日本迄阵啊也唔知啊，台湾这个啊土地是因啊日本天皇有这个所有权，因都唔知啊。介沟通了后，因打电话入去啊，迄、那个天皇，伊遐打电话出来讲，咱这个机啊会使入入去，安尼大家有欢喜啊无啊？很欢喜啊，很欢喜。咱日本人因为战败，无条件投降，因头啊拢累累，唔知影讲台湾这块土地要是日本天皇的，也唔知啊。自迄个时阵开始，慢慢啊，才让因了解，因的教科书啊。理解，好，啊，佮因个啊修行，我个人去拜靖国神社，无以前唔敢去呢。好，啊，这就是确实的。第二拜佮入去，伊佮入去佮佮你创一个先头部队，咱是先头部队，啊，佮你创一个拜因个迄个治安人员举头前。啊，阮对因后壁安尼行入去，啊，这个举案啊，因为第一摆因大家拢唔知啊，新闻看出来讲，咱举这个啊，甲中这个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咱台湾这个甲这个黄色的这个啊，拢甲擦红的啦，因咧报纸出来才甲咱，才拢甲擦红的，啊，擦红的都甲这个同款啊咧，啊因。因较大机啊，无咱较大机，即个红较大粒，因即个红较细粒啊，所以因新闻单位吼造假啦，甲咱迄是第一摆啦，啊咱去甲抗议，啊第二摆、第三摆，因都即拢有出来啊，所以日本最近的政策，咱看到。都足清楚啊，所以讲这是百分之百正确的。台湾人因为伫即个1945年4月7日，日本政府安怎甲咱讲？4月7日什么节？
足奇怪啊！甲咱讲愚人节，咱迄阵啊想无呢？咱阿咧想无啊？咱都啊讲愚人节就愚，讲啊这四月七会使用骗的啦。伊起码要解释讲，日本实施明治宪法是啊1945年的四月七。因为会计年度是四月七日才开始，所以迄个时阵实施，这拢是骗的啦。世界上已经是确认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以前中国朱镕基足歹的，好，我看迄电视切杀拳头母，台湾是不可啊分割的领土，朱镕基安尼话。现在因遐官员感觉安尼，感觉甲安尼话，唔敢。伊讲啊，这个国际啊，这个、国际法都不知道，国啊战争法什么不知道，旧金山和平条约不知道，人看你无去啊。所以因即马，因头顶的遐无一个敢话讲，台湾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即马拢话啥？核心利益啦，他。较尾啊，咱我有图表给大家看，好，慢慢啊，咱解释这图表，这图表啊，解释给大家，好，好啊，这就是这个情形啊，你看啊，咱我报纸拢甲恁看出来，咱的机啊啊拢正常拢有出来，啊，这就是咱去啊去参加。第二次在啊四季饭店，吼、哦、四季饭店底下，吼、哦、举办，啊过来，这里什么人？啊，司徒文呐、啊，啊以前啊以前在台协会的迄、那个叫做主席嘛吼，以前诶，办事处诶处长吼，伊即卖咧讲啥？伊写写伫遮吼，吼伊讲啥？处长吼，司徒文讲，吼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，讲无清楚啦，美国拢是模糊啦。有啦，这个是不存的航空母舰，台湾就是啊，美国。应当是占领不存、不能啊、不会存的航空母舰啦。啊，伊唔敢讲啊，拢讲遐有诶无诶啦。伊应该就是讲台湾的那个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啊国际地位啦、未定啦。啊，就是因为安怎？因为爱依照根据啊，这个。是啊，咱这里叫做啊国际化啊，加战争化，加旧金山和平条约啊，用和平的解决啊，这都是咱的主张。好、哦，咱的啊，这个主张啊，这好，我好大家知啊。头拄啊来咧讲这啊嘛，好啊，这写伫遮足清楚。好，讲这两张交予恁啊，恁就知啊。啊，咱。必须定研究起来，啊，就确实啦。这就是100%正确嘛。安尼，大家真清楚嘛，吼。这大家爱记起来，这大家爱记起来，爱去甲无相信的人讲，恁相信啊，无相信？啊，高等法院啊，做这个判决，2009年四月七日。第一点，咱大家来学习这个。第一点是啥物？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像我，阮老爸我叫啊，我都上，阮老母叫卡将，啊，实际上就是安尼啊，过来。台湾的政府是世界无承认的啦，
伊即马出去拢叫啥？中华民国，敢叫中华民国？讲中华台北啦，中华台北是啥物？流亡政府在台北，大家拢有上啊，老师也讲过啊，讲师也讲过吼，足清楚吼。啊，这就是这个人民生活伫这个政治的联合。什么叫做政治的联合？大家请看麦，伊都设一套啊，美国讲，你唔到那个啊，咱台湾那个 Republic 啊。Casino， 啊，这，Casino， 伊讲，那讲啊，这个做啊，赌博一个国家一样的来设一个，大家来参选啊，30块给参选的人，吼啊，50块给这个做政党，啊，这个政党过4年的啊预算，一年变，所以起码。啊，台联党诶吼，以前无经费啊，即马迄个政党票讲摕百几万票乘以50块，啊，一年会使补助偌济？啊，都5000几万都有当用啊咧，所以台联党啊咧活动啊，好啊，像安尼，咱会了解啊，小英虽然伊讲算输。伊摕几万、600万外票，啊，若剩30块，伊落底啊，底偌济啊？1亿8000几万啦！迄小猪迄无算哦，迄小猪迄无，伊落底啊，底着啊，政府付伊钱着1亿8000几万嘛，所以大家若要来选去，啊，大家若爱互选。所以，伊就是用这个选举啊，来甲你讲，咱这的人民拢去安怎延续因的政治的迄个怎寿命啊？讲啊，阮的中华民国伫遮伫延续，啊，咱这的人民选起来，啊，这是合法的。实际上，这拢是啊，来把我们人民呐 啊在这个政治的炼狱中啊。这我唔是我咧讲啊，这是啊高等啊法院判决啊，吼啊过来，台湾啊仍然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，吼啊过来就是讲行政单位一定要主动的协助啊本土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这个是我们是原。告，咱去甲告，伊爱协助咱，唔只会甲你叫你去华盛顿第一区设一个办事处。民进党摕到这个补助款以后，伊若有钱啊，伊我赶紧去华盛顿第一区设一个办事处。咱哪有遐巧？美国无甲咱教，咱哪有遐巧？咱啊，伫这个判决以后，2009年，咱7月就去华盛顿 D.C. 设一个办事处，噶只嘛，这个办事处拢要伫咧。哦，头拄啊，我看啊，这是啥？真正咱无遐敖啦，那无美国甲咱支持甲咱做，咱也无遐敖啦。因敢会晓，因也袂晓啊！看到咱安尼，啊，因即马有这个叫做啊补助款，因有钱啊，伊就我讲去华盛顿 D.C. 设一个办事处，民进党的，迄顶年才开始的，好啊，好，大家知影一下吼。这一定爱会晓，甲大家讲，安尼唔知知影无？安尼大家知影无？好，啊，这就是这个问题吼，啊，好，大家啊清楚一下安尼吼。啊，过来，
这个奶安尼讲，叫大家啊不要上当吼，请大家不要上当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咱一步一步，直直咧完成啊。以前国民党诶、民进党诶、共产党诶，啊加虾米党拢好，咱开放，互因来参加来受训，因来听这个理念。啊，有诶听听咧，伊去模仿，伊家己出去，搁去创一个秘书长听咧讲讲，咱啊，美国甲秘书长讲。恁哥生七个不孝子啊呢？为咱家出去，哥成立有七个不同啊名称的啊民政府啊呢？啊，完了发啥？身份证了？你发啥？发身份证？啊，甲咱这绝对无同款哦！大家唔好上当，我重点这张就是唔好上当，咱这是。啊，代表啊，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啊，其他拢是想要把我们拉慢，吼、哦、啊，想说美军占领以后，想要分一杯羹啦，吼、哦。我啊，这呐，给大家看者，啊，这讲真久啊，啊，实际上吼，秘书长讲，我甲因拢也有熟识，啊，因那啊做。啊，外啊外，因也足了解咱台湾民政府啊，啊，拢了解，拢希望拢来受训，因敢那啊象征性安尼讲一个尔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啊，看真侪少年咧无了解咱，因为咱的资讯啊，往拢被啊封锁，啊，所以讲等下都爱倒宣传啦，啊，较到位咧，吼、哦。好，大家知影吼，这是啥？这确定啊，才放电影，互咱来看就好啊啦吼。后来，咱干脆即马来放一个啊，迄个三立哦，三立的报道吼，哎，甲咱讲咱台湾啊，民政府受训。哦，啊个诶报道，但是报一摆尔，啊我指责三立也不实的报道，讲咱的新闻情是自己制造，后来咱来听一个三立的报道这里。到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，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，嗯、那我们。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，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，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采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国报员，所以才有这个题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！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黄。好，安尼大家足清楚，咱去甲过了后，
真济代志，因为流氓政府是安怎，咱即马不能征兵。这个流氓政府，大项代志都干出来，要征兵，伊下会无爱征兵。迄你征兵去，伊就甲你啊一挂咱台湾人诶较精英诶，较会甲因啊抗辩诶，就甲你武好死啊！伫军中就甲你武好死啊！啊，洪啊洪仲秋案，啊迄那是足夭寿诶啊！好啊，这就是啥物？这就是讲咱去甲国奥巴马甲奥巴马讲。恁美国讲的恐怖啊集团三个条件，第一是什么？不是国家。第二有武器，第有武器。第三当地征兵。哇，流氓政府都啊下输下输啦，下输大家听有啊无？足都好啦，具备这三个条件，流亡政府具备这三个条件，咱甲讲，你不得征兵，所以讲阿好，不要征兵啦，要募兵啦。过来，这就是讲，这是咧挂意思的啦，买的武器啊，拢咧予美国来安怎？掌控啊啦，因咧指挥啊，因咧用啊啦，啊，这个是咧吊啥？吊好看的啦，啊，你唔知大家清楚无？你看卖咧，来遮交六千块，了解遐济代志，绝对是回收又有啊，获益良多啦。对唔对啊？感谢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那不是我咧讲的，这我电视的报道吼、哦，这拢电视写的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唔爱想讲伤济啦，时间上的问题吼、哦，我予大家知啊，吼、哦，因为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。啊，因啊，啊，惊到咧，较先进的物件，好啦，虽然卖你，但是无爱互你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可能大家的讲师拢有讲过，吼、哦，咱提，这互大家知影一下，啊，这知影人，举手看卖，这个叫做乐山吼、哦，这个叫做安邦雷达站伫新店。知影人事先知影人举手看卖，吼、哦、无济嘛，大家百分来受信的，新来的咱的同心拢唔知啊。较少年的，迄、那个要怎电脑开落上网去新竹啊啊乐山啊，你甲讲雷达站就好。去查看卖咧，这拢美军啊，去家己起的呢。钱什么人出咧？钱伊用安邦啦，吼、哦，钱咱出咧啦，咱人民交税提供给人去起。这个是叫做美军东南亚雷达中心啦。美军雷达中心，它可以管控到那个啊蒙古，遐拢看个清清楚。东南亚的雷达中心，这等下啦，会使讲防灾，大部分都唔知啦，因为无爱互你知嘛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台湾是因。占领的嘛，主要占领全国嘛，美军啊，哦啊，这那是哦，那个台中
清泉岗基地啊，十二点以后，民航机绝对超过十二点。我看报纸讲，哎，奇怪，十二点几分尔，为香港讲飞一个民航机，讲要降落，伊甲讲歹势，超过十二点，你阁飞倒转去。我看到迄个报道，我上头啦，唔知啊。哎，那遐没有道理，啊，都民航机，啊，十二点外，啊，伊要落来敢袂使哩？因为美金在控制，十二点以前，超过十二点以后，清泉岗机场全部关闭，是美金在使用，它从中东飞到这边休息啊，然后可能再啊到啊关岛啊，再到美国本部，他们有一条航线，拢伫遮咧进出。所以十二点以后，所有的不是美金的金机都不能在这边进出。也去用公红灾啊，去上网去了解啊，哦。这张就是要甲大家介绍这个。这个要甲大家拜托噶啦，第一届讲甲大家拜托，讲叫一挂朋友来遮上课吼。啊，即马第二拜拜托，就是讲爱叫大家来请一张啦，41万吼，咱直直咧拼啦。但是有个人要予咱较慢嘞，伊那咧发身份证啊，伊讲一张500块啦，300块啦，啊有100块拢 copy 一下，安尼就予恁啊啦。咱这地是啥？看卖，这是啥？晶片身份证哦，这晶片哦，这晶片哦，晶片的身份证，100%美国制造。好，啊，这爱好大家清楚。咱若要好，咱的动心去美国。访问的成员都啊回来，啊，我都啊在上课，我讲啊，拜托咱遐前啊同心啊来现身说法，咱要放一个啊咱上课的影片，会现身说法，予大家更加清楚。我讲的唔是凊彩讲讲的尔，拢有影片啊是 PowerPoint 予大家看，咱拜托啊咱。咱的同心甲一片好台，李定、毕书定，所有大家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。毕书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。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，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，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，然后。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，几个同心说，亚夫过来过来，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7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好 ，OK。我就进去了，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主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。必须定灰熊肝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。
一变成了二，二变成了五，难怪我们告沙子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真的搞混了，这个硫磺政府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有其他的。竟然开着挂上台湾啊，让大家去想，多一位单位有法度做晶片的啊，台湾啊，这个啊身份证，唯一就是咱台湾民政府100%。影片给大家看，不是只有我在说而已，有去用过介绍的人，自己牧师，你牧师不可以黑白说的，你如果黑白说，那牧师就没够资格了。所以要跟大家说，我本身我是学术上加减我有一些地位啦，刚才就跟你说了，你们上网去查，我如果不可以黑白说呢，我不是像流氓政府那些说，有的说、啊、教授教授叫做教授啦真的我说教授啦这样、就让大家用清楚一下，没办法、现在这个图片要再来放一个影片让大家知道、这我们都有说过了、是怎样国防部下令说这个 要取消、因为刚才我说过了、你就不是国家、还有武器、再来再刷来再征兵，哇，你刚才是恐怖分子、所以、美国我有说了、来我们再来请我们同心让大家思考一下这个啊，财经的吼、那个财经的问题，甲武器吼、那个宪兵吼、那个联勤吼、后勤部队，就在今天，大家要送走第二营了。不过，同样要告别的还有联勤司令部以及惊险财病的青辅会、体委会。联勤两天前降下了联勤之旗，而且唱了联勤军歌，大家依依不舍，说这军会上骆驼象征的钟情精神并不改变。降旗，联勤司令部最后一天，联勤之歌这一天最后传唱，官兵难掩不舍。66年来，大家非常努力，永远牢记，我们永远以联勤的一份子为荣为傲。萧家石拿了骆驼赠画，联勤的军徽，骆驼象征钟情卓朴。尽管编制走入历史，但骆驼精神永远不变。尤其联勤走过66个年头，研发出军方许多创意装备。白饭、麻婆豆腐、调理包，提供野外求生特殊口粮，还有国军最新移动式厨房野战炊事车，蒸煮炒炸2个小时中可以做出4菜1汤1饭，重点是300人份。不止联勤司令部裁并，2012年底个别的政府机关还有体委会、青辅会面临整并。也特别的谢谢各位同志，包括说总统大家的帮忙，谢谢大家。末代主委陈以真交棒前还到国民党中常会报告，2012年底体委会、青辅会联勤等机关完成阶段性任务，走入历史，兑现部会精简支票。台北新闻陈荣群、林尚平台。安尼，大家有清楚无？来，过来，拜托放一篇啊，金门迄、那个两个啊岛被撤进来。今天军事话题，媒体报道，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，针对有前线中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日胆岛等群岛，为了要发展观光，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，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，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等群岛，
传出将在三年内撤军平观光，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。撤军基本上来讲，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，我们开放的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，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，而不是把军队撤掉。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，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？从大二胆撤军，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。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。立委说，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，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，但大胆岛、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。小岛的价值啊，其实不是在军事上，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。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，他们晚上都不好睡啊，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，会直接上岛，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。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。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。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。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，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新桃人亚特电视。好，安尼要甲大家讲，差不多两礼拜前，《自由时报》，我应该是。头条来看，大家去查，即马讲迄个驻军啊被裁掉啊，咧撤退啦。安尼你想看卖咧？是毋是准备要走路啊？去想啊，啊无奈安尼，拢讲好势啊。秘书长，我有咧甲人讲，金虎松他们说六月份有国安的问题，所以他要回来接掌国安局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慢慢啊咧呈现，咱甲美国甲咱讲的代志啊，所以大家。这样有信心吗？没有啊，很感恩啊，大家回去一定要到介绍人来啦。这可能最近我听你说，咱台湾的危险也没绝对袂危险，这就是安保条约啊，哦，安保条约拢包含在里面啊，安甲台湾内底啊，吼，若要搁回忆一下吼，这所以讲，这绝对无代志啦吼，咱看较紧，这大家拢知嘛吼，拢有看过嘛吼，咱就搁重复一下，根本以前都毋是。迄个要做啥？固有领土嘛，因为《马关条约》到尾后无外久，因为有四个国家抗议讲日本袂使取得辽东半岛，佮定一个《辽南条约》，大家毋知知无？《辽南条约》就是迄个日本佮给伊辽东半岛，因为他们是永久不可分割的啊，所以才怎樣背伊白银尔，所以辽东半岛才阁予满清啦。迄阵啊，这边就是高沙族部落嘛，部落应该自治呢。满清都无法度占领这些部落呢，所以因无法度啦，因怎所以讲这是拓殖地呢，啊毋是殖民地呢。佫比殖民地佫降一级呢，这也予大家知吼。若是迄个叫做国土啊是不可分割的，用战争都没有办法取得哦。这爱大家我拢爱足清楚吼，安尼啦，因只安尼尔嘞，吼，高沙族的部落啦，非满清政府的统治。他们是自治的，哦，这大家应该
迄个做啥？迄个电影搬一出《赛德克巴莱》，这就是安尼。当时日本为了要征服啊这个部落，花十年的时间，从北部一直打下来，才把整个台湾全部征服以后，实施啊教育，日本化的教育啊，然后再来把它建构为日本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所以说，有的人不知道，我现在要讲给大家知道，二二八事件哪会发生？咱家大家遐以前遐精英，足可怜，去用煽动去，我们就是同胞啦，回归祖国了啦，大家哪要做战胜国的臣民？哦，来请愿哦，来抗议哦，大家无认清楚讲。恁是战败国的子民呢，战胜国的啊，来这边一切的指示命令要接受，不接受拿机关枪挂起来扫射，黑死。世界上没有国家起来反抗的。是安那世界无出来讲，流亡政府不得采用武力来杀害这些啊本土台湾人，无啊，是安那，伊甲咱解构咱中国啊，咱台湾人啊，就是中国人，伊甲咱变啊，一夕之间甲咱解咱是中国人。两个国家都起来反对啊！挂机关枪咧扫咱的人，那世界无出来反对。你们都是战败国的子民，为什么你要来抗命？大家迄阵啊，头脑派去，光复节啦，回归祖国啦，这都是骗话、废话。今麦带唔去光复节，光复节迄个牌楼挂的面顶拢是美国的啥？国旗有看到啊？无有看到嘛？吼，来这上课实在是足价值的。好，这啦，这啦，你看这，拢是啥？啊，这我这吼，迄阵啊吼，拢用这个问号是啥？日本，咱第一期的日本精英，我起来上课。就是要互因了解啊，拢用问号的啦，啊来跟因交谈啦，吼、哦，看因有啥物想法，啊，这也要互大家去了解吼、哦，啊，这吼、哦，咱啊，不爱讲啊吼，啊，这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、哦，要讲这互大家知，起码那唔敢讲，台湾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，要用啥物？法律上来讲，根本迄阵啊，中国都还未成立啊！啊，台湾是啊，日本的啊，那会讲啊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。所以，伊迄阵啊才做啥？唔是啊，董书记呢？伊迄阵啊是副董书记尔呢？啊，走去美国去了，二月十五啦。叫外务省，就是外交部，日本外交部外务省安排要来见天皇了。外务省讲派谁？你要见我们天皇？我们外交部只排半年前就要预约了啦。伊讲啊，我都为美国啊，才回来来这尔，我要见天皇。啊无，恁无法度，伊怎拜托美国跟他安排？因为一美国安排，我们就知道了嘛。这个是信息是美国告诉我们的嘛。啊，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啊去见天王了。见天王的时候，伊安怎讲呢？伊讲，
中国的经济比较好了，经济比较好了，有钱要来买啊台湾呐、啊。啊，天王安怎讲？阮家族甲即嘛都无咧卖物件，你要来甲买？安尼，恁大家知影这也唔知？不知道就是要来扩登去，让大家去清楚。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，啊，咱就到这要来结束。足感谢大家，就爱拜托做两件代志。第一，安怎？介绍你的亲戚朋友都来上课。哎，第二个，安娜，对，安尼感谢大家，啊，感谢，咱大家结束。各位同心，好，咱今晚。